个老东西，流露啊！喊你口忘开了啊！你们这一帮谁叫你们中共了？你知道没有？认清楚，这一个地是我家的地，没有经过我。拿着我的行李，赔得起吗你啊？人多欺负人少吗？啊！你们这一帮别以为我好欺负，告诉你，我就是独苗，我就是一个人吃饭全家饱。你们看，凡有一个人得罪我，我跟你拼命！说完了没有？说完没有？你知道吗？修这个路是公家的啊，是经过各方面的批下来的。你在这里捣乱是怎么回事啊？批什么批？谁让你们动工了？带他出来！你讲那种没有用，你应该讲你爸爸妈妈都同意了，听到没有？都动到这个地方上了，你现在才来阻止，你想干嘛？你们谁？你以为你是村长吗？啊，你不只不过是从小到大去那里吃百家饭、站吃唱喝了，你扎不上话。还有你啊，你一出来，你老妈就克死了啊！你说什么呢？老子干你，你信不信？他妈的，我一个人吃饭全家饱，来呀！老子干你，来呀！找我来呀！啊，不要动手啊！我动起手来，我一村人的面子一个人不给。行啊，跟这种流氓说那么多干什么？做什么事都是你阻挠啊！上面那个地上次站到我家门口来，我说有一句吗？啊，现在开路那么好的事，既然你在这里慢风阻挠，你是找死是吧？啊，你什么单位啊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这里村啊，村长叫我们干的，叫村长出来。把村长出来！村长！村长！村长！叫皇帝出来也不管用，我管他娘谁呢啊！只要占到我家的地，就是不行。在这里，一寸地一寸金。怎么回事啊？来了！过来呀！有人闹事了！来了来了！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你给我过来啊！谁叫你动工的啊？看你这么宽一条路，出来！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，稍安勿躁。怎么回事啊你啊？你看不清楚吗？这个地，你还分不清楚是谁家的吗？这个地不是你那两个老头子不是同意了吗？懂什么意？我那老家老头子啊，耳聋眼又瞎，你跟他说什么，只能点头啊，他听不清楚，耳朵起茧，老了糊涂。他老人家说的话不作数，现在家里面都是我说了算。我跟你说，这条路一路修进去，先到你家的，这不方便你我他吗？是不是？我就走那两步路，你们在里面呢、啊，我方便也是方便我自己啊！啊，我就走这么宽一条路，啊，我巴不得你们有小车了一个两个全部开不进去，全部从我家门口走路过去啊！就这样，我的开心乐意，知道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，带动起手来的啊！他妈的，我一人吃饭全家饱，来呀、啊！干死你！小心干死你！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来、啊，让我来，我来解决好吗？你们不要动怒，先不要打架。就是现在不揪也揪了，你看，补一点钱给你，行吗？你看，你竟然你说到补钱，我也不是不讲道理啊！对，那这就好了嘛，是吗？按照这个农村里面的祖祖辈辈留下来的，俗话说的，到我这里，村长，你用你让我一锤子，我敲死他！他娘你，你就来我这里敲！不要动粗，万事由我再好好解决。不要动粗，弄粗的事他这样搞，那不一一锤子锤死算了，搬到什么山上去，还要他干什么？可以了，你听我说，慢慢解决，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可以。你说吧，开个价吧。一般农村这个地的话是2000块钱一亩，你这里才，到里面可能有20平方吧。行，既然你说的补钱的话，我们这个地啊，祖祖辈辈留下来的，在我们眼里，都是一寸地就是一寸金。既然你说要补偿的话，也看在同村的份上，一个平方8000块。你那个是新地的是吧？啊，老子干死你！真的，不要动，让我把他敲死算了。小王，我叫把他送上去新农村。8000块啊！对呀，干嘛啊？救生！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们这些女的，村里面的泼妇啊！那你也不要从我们家门口过。
不从又不从，把我钱烧到了，管他娘的。村长，这种吸血鬼不要了，就让我一锤子敲死他。年轻人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什么社会了，开路就是致富，懂吗？有路了才可以致富，你没有路，你家里的东西怎么拉出去卖？你拿那个烂单车拉出去吗？有财都进不到你家门，怪不得小车都买不起啊！闭嘴！有你们女儿什么事情？你看，你说的那些道理，我比你讲的还高，我不懂吗？啊！现在就是，竟然你已经动工了，已经开了这么宽一条路了啊！我不管，现在给我搞回原貌，以前该什么样就给我长回什么样子，以前该种什么树人给我种什么树，啊！我这里不是给你们村里面做公益的，哎，你家的田地就是你们家的田地，我的田地就不是地了，给你们公家找的。看你也读个几年书，是不是？在那个林村小学，你读了18年书啊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？你忙跟我说个那个，要么就赔偿，要么就给我找回原貌。村长。等他娶老婆的时候，那个小车不给他从我们家门口过。他这种人有老婆娶吗？啊！真的是，村长让我打死他！来呀！不要！等他富足百年之后，也不要找我们去做工。都是我的锦衣条龙，你们这种手脚不干净的，给你们干我还不放心呢。算你手脚就干净一样，没有自尊人的那个。你要这个钱也可以，但是以后你不能找这条路。走可以，那个单车可以过去，小车就不能过去。对，我接了地怎么就不能走了？你卖给我们呢？要不这样，我不卖，我就去当猪。猪谁租你的地啊？给我掌握人嘛啊！不然的话，我跟你拼命了，告诉你，拼命就拼命，谁不吃谁的命，好像很值钱一样。来、啊，你身为一村之长，连这种事情你都解决不了，你给我马上下台。这个官你别当了，你还是干回你那几亩田。你算老几啊？你说了算吗？我们支持他当村长。你们说支持有个屌用啊？就刚才说那样，让他去村委会签。只要他敢卖这个地，只要他敢收这个钱，以后这条路他敢走，我就打断他的狗腿啊！进来一台车，我砸一台。要钱就是这样，你看这些村民对你已经想动手打你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在这里，今天你就。手段狡猾呢，是不知不知道？竟然路是你们买的，路也是村里面的。我身为这条村，我就有这个资格能走这条路。你就是一条狗，不给你走就不给你走。刚才你说是我们买的，是我们的，不是你们村的啊，是我们出钱的。你再走一个是，我把你干死了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是很有能耐啊？你飞啊，飞过去啊！给我扯了大半天，连个。问题的解决了没有？这个事情还要不要了？给我搞回原貌！我忙跟你们说了啊，我也忙跟你们在这里屁话了。我不跟你们这些乡下人在一样，风吹日晒这里晒太阳。我不跟你们这群野狗比。谁野狗啊？啊？说什么？这种我们都想打。不要动手！这个事情要不要了啊？这个路还要不要走？走是走。你要跟我们去那个村委那里签个字，卖给我们，以后你就不能走这里。你管我，反正钱到手再说。签什么签？我这种人啊，说话算数的。你以为我会像你们出尔反尔吗？付钱你拿不到钱。付钱必须得签。20个平方，8000块钱一个平方，你们这群人啊，拿出这么多钱给我吗？你管得着啊？要是拿得出来，有钱给你就行了。你就跟我们去签字。去签字，去走，这个是16万，大伙一块去，你一个合同，然后你签了字，钱自然有的给你。要是我去到拿不到钱，你们这一帮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个、7个，全部给我搞个原貌，要不然我挨个来。走，找你们一个两个算账。走啊！特别是你们三个啊。走，一起走，走，你一个合同，走，今天必须要到钱，走。